的什么，先找着主旋律，先跟着，我不停，你们都不要停，找错了再找下一行。至少我，你要知道我拉的是哪一句。对对对。啊，你不能就一个过程啊。拉漏掉的话。哎，漏掉就漏掉，漏掉就接下一句嘛，停下来嘛，看着学文怎么唱，学文没有错啊，学文就对了，我再把谱子拿过来，你们现在就这样唱啊，这个把它当一个考试啊。找不着啊，不要怕，因为你这个谱子还蛮生的，你就不知道我拉的是哪一段了。来，一，来找着，到，再给起个头。对，就这么唱啊，就这么小声唱就好，这样不上嗓子，找就上了。一二三四。虔诚告诉我。
个，我们数啊，那现在我们把它写上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都写上行，都写上，我就刚跟你说第几行了，对吧？不然我老是倒着数，都数，啊，你也写上，我就会说第三行第几小节，它都是一小节一行啊，很慢很慢的。四行不好数。啊，一共十行都好，二四。第六行的，我将无处投靠身心，这里有一个升刀在还原刀，啊，要注意。